Hello，我是 Edwin， 欢迎大家来到看 YouTube 学英文第371集。我看开这个 YouTuber 叫做 Casey， 他有几劲呢我就不用说了。早排我就看到他这条片。话说他平时就很喜欢踩着他的电动滑板在纽约到周围去的。咁有一日佢就去到百老汇街啦，咁啊兜嘢炒咗落去一个挂住睇电话乱过马路嘅人度。咁我咧就发现有呢个字啊，呢个字。咁 jaywalking 咧就系指啲人咧唔理路面嘅情况乱咁过马路嘅。咁我哋香港都有唔少呢啲咁嘅人。By a car. This way you can avoid jaywalking 好危险啦。咁除咗会害到自己之外咧，仲会害死埋个司机噶。记得唔好乱过马路。jaywalking 咧呢个字咗好多唔同嘅款式啦，有 jaywalker 啦。咁 jaywalk 啦，簡單啲嚟講咧，就係同個 walk 字一樣咁嘅變化啦。Casey 炒完滑板、炒完車之後咧，就不斷喺個 vlog 度鬧呢個 jaywalker。Idiot here goes down。嗱喺字幕度咧，佢就用咗呢一個字嚟形容嗰條友嘅。呢一個字 negligent。negligent， 咁呢一个字咧就系讲紧啲人啊，好粗心、好随便、事事淡淡咁样。negligent， 咁佢一个 vlog 度咧就系咁闹呢个人啦。people， 好彩到最后咧，大家都冇受伤嘅。好啦，咁今日嘅分享咧就嚟到呢一度，或者你已经听过以上介绍嘅呢两个英文字啊，咁唔紧要嘅，当温故知新咁就得噶啦。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落楼下 comment， 我们大家一起谈啦。如果想看更加多的片的话，记得 subscribe 啦，或者去我的 channel 度望一望啦。喜欢这条片的话，记得给个 like 啦。是啦，不要看着啦，现在来 like 了先。同埋记得不要耷低头过马路，要遵守交通规则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啦，拜拜。路上零意外，香港人人爱。